城市新都会，是谁？休想跑！别再见了！是东启，不好！想怎样？我想怎样？很快你就会知道。向前跑，一直跑，就算上一秒才刚刚跌倒，勇敢冲。
走啊？不好意思。小朋友不用害怕，不痛的，慢慢向前走就行了。谢谢你。爸爸工作的大城市新都会，厉害啊。新都会建设路38号怎么那么复杂呀？这么吵，发生了什么事了？我的屁股！哎，不好意思。大家冷静点，不要乱，不要乱啊！哎，怎么办？赵静姐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乱成这样？刚刚交通灯突然故障，所以大家就乱作一团了。奇怪了，现在又正常了。交警姐姐，我来帮忙把这儿的交通恢复秩序吧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懂得交通规则吗？我叫小智，治国安邦的治。我爸爸是警察，从小就教会我各种交通规则，我知道应该怎么做。那太好了，那就麻烦你帮忙处理东边的情况吧。好的，放心交给我。小智，非常感谢你的帮忙，全靠你才能这么快恢复秩序。其实我也没帮到多少了。小智，刚刚看到你在看地图，你是要去什么地方吗？是的，我是从可可村过来的，因为爸爸在这里工作，我过来是想找他的，但我走着走着就迷路了。哦，原来是迷路了，不用担心。感谢你刚刚的帮忙，我送你一个导航仪，啊，它能带你去想去的地方。我不能陪你去了，刚刚的交通灯故障，我要报告给警局交管部，调查事故原因，避免再发生类似事故。谢谢交警姐姐，那你先忙。还有，这个导航仪是什么？你没用过卫星地图呀？那我教你吧。完全看不懂。对不起，疼死我了。真倒霉。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嘞噜啦噜啦噜啦嘞。是谁？是谁把这里整得这么乱？要是被我发现是谁整的，我一定抓到他打屁股！气死我了！掉头！
香蕉皮不能乱扔。伸手，哪里哪里。啊，对了，我差点忘了正事，就是你这个家伙，城市打扫得这么干净，你到处弄得脏兮兮的，是闹哪样啊？我没有啊。对不起。青春的颜色，是谁？